来看一下这个新的活动。Lucky Papyrus。 它跟之前那个银色小猪是一样的，它要打猎等级附近的怪物，然后它这个 Papyrus 就会开启，然后显示这个魔法的公式，还有随机的数字。 它会有，一共有3个数字，然后会完成这个魔法的公式，然后就拿到了额外的经验值。然后出去，赶快看一下。 现在就进入到奖励环节。我现在的币已经弄满了，然后它东南亚这边几乎每天都会送这个3倍经验值券。最后预告一下，5月20日东南亚将首先迎来 Rise 版本，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一下。